最终还是没有逃过啊，看这个是什么。那些天天盼着我养的人，小明这次应该没有让你们失望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养了，但不确定。我现在的症状就是头痛，除了头痛就是身体发冷，盖得很厚很厚的。高不高烧我不知道。现在的时间是12月24号的凌晨。凌晨5点多钟。一夜没睡。就是头痛难忍。刚刚吃了那个布洛芬和小柴胡克林，好像也没什么用。不是刚刚吃的，是2点多钟吃的吧，那时候我就很难受了。我一直都是尽可能的在躲避人群，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过。愿大家健康快乐。